因为我那时候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，然后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喜欢这些东西，因为我怕他们觉得很无聊。大家来挑来挑来挑，一人选一个，喜欢交朋友不是喜欢女朋友。然后一进去的时候他们是很期待，对，他们很期待，然后好像没有看过其他人的感觉。两年，他们两年没看到外面的人。对，所以虽然短短的时间之内他们愿意分享很多事情，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歌，希望他们都开开心心的。很感恩他们的，很感恩，看起来每个都很美味，卖相都很好，这个很不错。收到你们的礼物了，希望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时候也会打起精神。快要出来了，快要出来了，我们一起继续加油。哦，是一个便当盒哦。食用方式：佛手生长在礁石潮间带，是马祖最具代表性的海鲜食材。它的吃法就像啃瓜子。你还记得佛手吗？就是品玲姐去耗了很多精力去。哇哦！怎么看着不太一样？大家知道佛手是什么吗？其实我也是到那边才知道，它长这个样子。这个已经熟了，可以吃了。哎呦，我靠！哎，看它喷超远的。你要吃吗？那个给你吃啊。哦，外形不佳，但是里面好吃。再多吃几个。挺好吃的。我现在就不讲话了，我一直吃就好了。啊，好吃，不错。妈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盖树炉啊，用力往下压，一把都要拉过去哦。好。OK， 好啦，真是钻进去。还有钓鱼。两只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爽？对不对？太有趣了！我马上来了。我现在已经是食狗公杀手了。我谈教是我的年末计划，然后那天钓了很多食狗公。马祖是我们做菜做最多道的一次。蛋饼我们可以都吃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这边还有很多。来，谢谢班长。平玲姐下厨，我们帮她一起，我们就炸那个石狗公。哦，油条一直翻呢。哎呦！谢谢今天晚上的主厨，好看到。谢谢东局的大家特地寄来的佛手，对，吃到了。然后平玲姐没吃到，但我们也不会寄给你。